心。Go go go！ 啊，伊在帮我搞迄个水的吧？你听得懂台语吗？水是吗？水拿来。你听有无？一点点。靠北。水的啦。有吗？持续增加。有 ，IG 有。哎，我讲了。他的那个。他的大字报长大了。Facebook 。哎，那你刚刚是不是都要刷呀？好。哎，我的 Facebook 呢？找车，找车啊！有，有。这个其实跟看你怎么放在这边。你说 iPad 吧。没有，各位晚安，各位大家好。晚安，晚安演习。晚安呐、啊。哎，是爱用 5G 嘛？对，用 5G 的。然后以前说我居然偷香了。偷香什么？偷香啊！偷香啊！钓鱼选啊！他写偷香。杨云说怎么那么帅 ？Peter 去前面给他看一下，什么叫做帅？看，哦，你看嘛，上面那个景点，帅哥，来 Peter 看一下 ，Peter 露个脸一下。露脸，露脸。没有，不帅。有无？上胖的这个。个恩导，滑板王子，他妈的，怎么滑不出来？歹势啊！等偌济啊！我 iPad 出一寡代志，毋过即摆手机拢有啊。有啊，都有。你阿妈。破四十了。姚以前说打错了，曾立伟说帅。来。进来的今天就要分享出去，当我举起右手的时候就是给他分享出去了，前面的就叫你不用分享，但是今天都给我分享出去，叫你们 iPad 卡掉。为什么会卡掉？我满载你的 monitor 跟他偏右，不要紧，因为你举起你的右手稍微就看不到、来来来，举起你的右手，当我举起右手的时候就大力的把我分享出去，较大力的，较大力的，甲分享出去，但今日要来甲一个阿斯巴拉伫遐哩，来遐比，各位乡亲啊，各位朋友，有啊，看到，有吗？有。还要破450了，45。十天说头发都不抓，不用抓了啦。央米说不分享可以吗？当然不行啊！放手，知道吗？放手，这样马上封锁起来，央米。蔡依婷说 JT 老师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哦，进来的就分享出去。有啊，蔡依婷分享哦。来，依婷，谢谢哦。又来啊，我的社团。我现在有开一个社团啊，直播美法，你只要搜寻直播美法就看得到了。SC 说换你被剪哦。那可以，只有我剪人家，我被剪都偷偷来。大姐晚安。立伟说艾迪达代言人哦。立伟。郑立伟嘛，吴立伟啊，郑立伟这个看袂着。亚米说：“你敢封锁我，怎么可以这样，让人好伤心啊！”好，解除。好好讲话是什么？送你。好了，不封锁了。宜轩，谁 ？Stan， 杨依林，薛立在。对啊。你要跟他告白吗？剩十九个人，我跟你说，今天。今日我夜出我右手的时阵，就是爱把我分享出去。我若夜出我左手的时阵，就是叫你去睏啊。今日咱就是要分享男士减法啦。今日男士减法私讯哦被灌爆了，
很多人问说我有要开课，我目前没要开课，目前哦，事情太多了，一些阿萨布鲁的。嘿，宜萱，晚上好。小子，听说今天又要疗愈了吗？嗯，疗愈。IG 的 Asha Baby 说，蚵仔韩吉。真正是蚵仔韩吉。谢谢。欸，到顶了，要看你啊。啊，是到底有分享无分享的？你阿妈的，对吧？我讲的，等我举起我的右手，等我举起我的右手，就是大胆的给他分享出去，不然闹鬼了。耶耶耶，继续蹦，继续蹦，破五十了，蹦不破五十，不是我俩破五十，还是乖乖起来困，还是在二啊？黄玉明说我去当模特了。欸，邱建伟。顾无看诶，邱正豪，你今仔是好啊，无好？嘿，高爷，晚安，晚安。哦，进来的就先帮我分享出去，混出去，混出去啦！妈卡咧遐，对无？今仔搁五十个，哇！我看阮诶娃娃机网红可能无够力。娃娃机无伊啊啦。嗯。蔡燕燕，欸，燕燕，燕燕，燕燕，晚安，好。十殿说：“你右手不要放下来啊，举着看可不可以破百啦。”圈次老师脱了外套博分享，没有啦，太热了啦。来100 turn party 哦。IG 的威尼说：“那左撇子的人很衰小。”没了，那很衰小。左手温暖右手，右手温暖左手。好啦，干你娘！我看难受，欸，一个娃娃机网红，哪嘞？我看蓝。这跟我的订阅率差不多。你上传影片的观看次数啦？欸，差不多安尼啦。不错不错。举起左手好了，干，那么右手不够了，大家通通去睡觉了。举起你的双手了。好顶，我回去了。好啊，哇，兄弟，没问题了。来，我们今天就来找我们娃娃机网红达人。哦，他的订阅人数现在差不多跟现在的直播人数是一样的，快要达到十个上限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加起来就是哇嘛，两个嘛，两个差不多啊，两个嘛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接了，来接了，来哟，四十几个，是啊，去了，来来来来这里来这。IG 的 K 说爱拼才会赢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拼没出名啦，就是爱拼。我又来了，那个。这次有没有继续？大家可不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，好不好？艾文找乐趣，好不好？四十几个人加上去，现在有八十几个人 ，OK 的。靠背，好不好？哪个艾哪个文？艾是那个艾草的艾，草字头再一个那个什么，然后蚊子是蚊子的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胡乱拍了一些影片，说分享了，嘿，怎么又是你？我爸，我头发常常来剪头发，对，他本来要来剪头发，对，然后到底先来到我公司，我就说，阿伯来这直播呵，对，结果还是我还没600人呢，还没，现在我在继续分享，哦，你安尼，谢谢哦，啊，订阅我的频道，等一下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今天人数那么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可能现在都在寻找我，搜寻 YouTube 我的平台。啊，你还是赶快回来看一下直播。郑立伟说模特图身法多画的模特，这个吴丽娜。嗯，真的多画，吴丽娜，吴丽娜，丽娜。好了，咱普话讲讲过，咱就直接开始啊。啊，不然呢，举起我的右手，你那也跟手伸嘛是同款，你这样呢，麦迪亚阿斯巴啦，直接分享出去。你的口水喷到我的头发。好，咱来看嘛。我们那个阿斯巴拉要换个发型了、啊。那这个发型哦，你今天要加啥？你是不是12道光？你讲要加迄种，你昨有给我看的吗？你之前是贾斯汀嘛？贾斯汀因兄哥吃无饱嘛？对。我一个口味者。哦，吃中饱。对哦，今日要食中饱就对了。哎，好来来来，来今天啊、哦，因为很多人在问了、啊，要不要开课？那、啊、其实现在没有要开课了。我说了，现在事情多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始了。
这分区哦，我们取决在太阳穴了，在这个太阳穴啊，就是以眉毛过来这一点，好，平行眉毛往下，好，那这之前呢，这里长的是我设定的基准线，我就直接一划的，就等，拨下来，好，你看啊，这分线都变了，压起来，来，另外一边。咱来看下，另外一边哦，其实要压唔要啊，拢会使，哦，唔免压啊，你只要留一撮伫遮，哦，哎，最帅的一撮。好了，剪完了。好，很多人哦，来电推大支的先给我。来，今天哦，阿正哦，他就是要示范哦，自己怎么拿电推剪头发。哎，来，我帮你调下啊，阿伯你太污。母姐不好，啊来来来，无怪你今仔有一个镜伫遮，安全的，安全的，吼、哦，安全面对哦，安全，这太气了，打底路，你打底路啊？很多人说，在网路上我看到有人要买电推，哦，买电推是要干嘛？是要自己剪，哦，啊，包括很多人拍影片，买电推拍影片，然后教你怎么剪，我感觉黑龙是好人诶，为什么？怎么自己剪一剪，还不是找设计师来修？卖搞骗骗那谁吧，因为你拿电推哦，有些说真的啦，你如果自己剪哦，头型哦，真的每个人的头型哦，拢无啥共款，没有人是很完美。啊，你到底有咩搞吧？这安，啊、我就把你卡出去嘛。这安装的你是咧惊啥？直接撸了。哎啦，这安装的你。赶、欸、快分享出去，我现在自己撸哦，今天撸了哟、哦。撸了、啊，撸了。那那再撸一下。我伫家，你是伫家哦。老师在，不要怕，直接撸了哈、哦。欸你是没撸到啦，看着镜子，看着镜子，哎，看着看着镜子自己撸，角度要对，角度要对。你看啊、哦，你自己拿着电推怎么剪？因为呢，他的头型，你有了解你的头型吗？我的头型圆的，圆的。你上好圆的啦。我没圆吗？不，哎，但是我靠，我给你修你妈圆。哎，安尼嘛，安尼几聪明啊。他们自己剪一剪，拍了影片哦，自己推一推，真的都是找设计师，后面再修一修，然后影片再做包装，包装完之后再上传，啊就是嘞，好，亲像我这样，我冇咧看，就骗我一个白痴的就对了，好，卖当作我这唔歹，哎、欸，袂歹嘞，你看有掉毛嘞，你是撸啊久撸到这，没有，有无？有掉吗？我来撸了，来来来来来。他们说寸头、油头还是剪秃头？剪秃头好了，没有谁说的？来，我们姜黄说剪秃头，那来剪秃头呵。贝利黄说很多人都喜欢自己来，来，然后你看啊、哦，我电推啊、哦，现在一样是调到四号、哦、然后0.8，哎，让它刷过来就快。好、哦、啊，因为呢，它已经哦，来，我来讲。人的头型哦，男生头哦，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旁边跟他的后脑勺而已，好、哦，这是重点，旁边跟后脑勺。那你因为我们东方人的头型，很多人在问我说，上面这两个角要如何去做修饰哦？那其实是蛮难的，这个是要靠经验的。那你看这下巴的头发，很多人剪出来会变成怎样三角形，因为这里会翘起来，然后滑下来。但真正一个好的发型、哦、就是顺起来之后，在它两侧的转焦点，把它转进来。哦，我来一会儿嘛。卢安妮说：“大师好。”博爱人说：“破100剃光头。”好，博爱你赶快过来。博爱，博爱你台中啊。哦，他在找小护士啊。史店说旁边有人在修过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啊、哦，我在推啊、哦，我的。电推啊、哦，我要往上抛，往上抛，再来推，啊、哦，还有你搭配你的梳子，啊、哦，因为头发嘛，
有时候我们在推的时候会挤压到，所以一定要搭配着梳子。好，来后脑勺，来头啊 OK， 头啊 OK。哦，那因为真的不是每个人的头型都很完美，好，请求问阿斯巴拉，太完美了，他的头型还是有一点，有点奇怪的构造啊，奇怪哦，你有看到那些人在这边吗？嘿，哦，这边戴是要剃光头，剃了戴，知影戴了头型真正无同，后边我这头只有三丈吧，收大箍，皮脂肪收高，啊，我啥 ET 头。啊，我这是什么头？你这骨头、哦。你看哦，我推，慢慢推，下摆的那个我都先不理它。一样后脑勺。我上面这一块，来你头压开，把它。上面这一块我会把它预留着。再推，换到另外一边。再来。导演说：“我到苗栗了。”郑立伟说：“可是美国电推不好往上抛哎。”没有，这个是手势啦，立伟。因为每一次电推都可以啊，其实因为我是自己是拿 GD80 嘛，所以我在推的时候，就算我拿另外一次，我的手势一样会这样抛起来。因为什么？我如果太过于顺着他的头型，我怕直接撸不起。我会把那个安全纸先设定好。姚子婷说：“看你弄头发就觉得好爽。”送嘛。姚子婷，姚子婷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女孩子。女孩子。看你这么头发就很爽，这是什么什么回答？好，我边啊。这边哈，我来看麦。我把他的头。轻轻的稍微往下压一点，让你们看得更清楚。那因为我已经是算经验足饱，所以你若咧教的时阵你若咧教的时阵头一定要摆好起。无用哦。来，再来。我看看。我跨边啊！那你看啊，现在是 0.8 啊，我再把它转下来，变成3 0.8。我要用抛的，而且正啊，你有要加到底无？那美国大兵啊，那也好看啊，我也那很好看的。林哥来了，林哥下一道题很适合啊！你也惊你啊？耳朵都红了，你看，你这已经有某的人，你是。好，那你看啊，我换到三零点八啊，我一样是在修饰他下摆而已。让导导睡，导导睡。Peter， 你有那个刷子吗？有这。好。你放在那边刷一下，好，三号，我现在直接拿掉，零，没的 ，OK， 你看后边，我慢慢要把这口门啊，豆豆给收起来，口门啊，口门啊，麦当劳，加价，头加价，咱先来开干一下。现在53是在冲啊回来了，怎么大家都没有讲话了呢？吴丽娜说模特儿挑战一下，挑战什么？丽娜大兵啊，丽娜姐，你分享出去500人，我挑战美国大兵那个，好不好？现在破500，我就马上剪，好不好？李淑珍说给老师剪完帅神变帅神的，来，现在应该说。很多人在问说高单价跟低单价剪出来的差异性是差在哪？我跟你讲，没有差在哪，差在钱。第一差在价格，第二差在服务，第三差在空间环境那个视觉观感，还有差在那个设计师的帅度。然后第四呢，差别在哪？经验值。
好、哦，那价值啊，哎、欸，你看嘛，价值。我并没有说低单价不好哦，百元快检，我以前也是百元快检。那百元快检呢，是因为经验不足，到那边去磨刀，哦，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嘛，对吧？我用我的时间，吼、哦，啊个红干胶的时间，讲拉正的时间。哦，啊，搁为台南坐车起来台北，哦，啊，搁阿公阿嬷过身去啊，哇，这加加起来有价值无？哦，赞，哦，安尼加2000块 ，OK 吧 ？OK， 哦，啊，搁热压吐字脑筋，过几天可能有肉面，我跟你讲，哦，真的，然后来 ，OK。OK， 怪人说 Peter 认真一点，吴亦娜说有分享咯，杨怡琳说怪人没去还敢训话，没去还敢怎样？还敢训话？怪人紧等啊！哦，你的陈楚、欸、才进来了。哎、欸，三哥，你的陈楚啊，我拢已经想好势了。好、哦，你看啊，是安那怪人今日无到，顶礼拜吹一个嘘，吹一个惊着。哦，他独挑大梁，伊家己直播吗？还是安那？对，伊家直播。然后你看，我现在弯到0.8了，好、哦、到这里啊、哦，我会更小心一点。蔡宜婷说差在技术，没有啦，技术说真的也是有好的啦，但那个要碰运气啊。好、哦，因为有些他可能花了3个月的时间啊、哦，做个训练就。真设计师哎、欸，来莲花这边。嗯，反而 IG 刚冲到28了。阿金啊，现在25。我有，我有。好，来另外一边，好麦当啊。好来，所以你是公孙球、哦。好，为什么耳朵这里啊、哦，我会特别的小心啊、哦？因为啊、哦，来，你我比较正面好难穿，因为太阳穴这里的这块肉啊，哦这一块，它的弧度会超越顶部的，这是正常。所以这一块呢，你如果把它剪得太贴，哦，你要加一个修底，加大皮料，我这边凹进去，这边凸出来，这样也不是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就要修到一致线。好，让它成水平。待会我们再处理上面这个角。陈威志说：“老师想尝试用美式电剪推吗？”美式电剪有啊，我有一支啊，华尔。来来来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史电说下礼拜一直播陈楚 Brian。嗯。杨怡琳说想看陈楚 Brian。你要怎么陈楚 Peter？ 你要想一下。我帮他剪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来，剪刀拿着，来，我们直接来修一下它、啊、旁边这个角。啊，我来个加粉我喝水，啊，然后给我宽的梳子，然后我现在拿的这只是薄的嘛，啊，那我现在换拿到宽的，啊，啊水枪。IG 的桑林在问耳朵后面头骨特别凸，请问怎么修？哦，打掉重练。没有，他说的是这一块了。对对对，你应该是说耳朵后面还有一种就是戴眼镜哦，他可能小时候都躲在棉被里哦，看 A 画，立马。哦、我有吗？我有吗？所以他小时候就戴着眼镜哦，这里会有一条，还有一条压痕。然后后面这里有一块骨头，通常呢，你如果说你要把它推到最短，那这一块你就不用在意了。但是呢，它如果没有要到白的话，你这个区间隔啊，就是它凸的地方啊，你这间距要抓好。如果像这样后面有一块凸的，哦或凹的，凸的我绝对是把它剪掉，但是我会顺着它的头型上来。哦，我这里就不能再剪进去了，只能去掉上面这个角。啊，不，我若加进去哦，哇，这得变修背。但是如果遇到凹的人哦，这一块凹的，你剪完之后，哎，旁边看起来都很顺，但是呢，这一块凹进来会有一块黑黑的哦，对吧？那这个大一的草药丸啊，
这一块呢就是要用打薄刀，啊，那月球表面嘛，你就要用打薄刀把它的亮度减少。好，那因为阿正他没有了，那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示范。阿伯，我跟你讲，搞起来别这样。好，这样你应该要解释到你的问题吧？好，来，装正面啊。来，好，现在要去掉这个角，来，降明。好，来。哦，我说的角就是这一块。啊、哦，有些人如果剪的不好来讲啊、哦，它会变成一个三角头型。哦、而且它在长长的过程当中呢，你会特别发现它上面呢非常的蓬、哦、它就变成一个倒三角、哦、那我现在直接把它去掉。Jack 进来了。Hey Jack， IG 的威尼在问老师，你干嘛不抓头发？啊、哦，冰冻啊！我们 Peter 在家，我在聊头章哦，我要聊鬼看。Hello Jack。好、哦，来，再来，好、哦，慢慢转，哦，你现在慢慢看，哦，我梳子呢，慢慢在推的过程当中，我会稍微往里面挤压一下，哦，因为我要去掉那个角嘛，啊，有些人是直接拿剪刀嘛，对不对？剪刀起来，哦，有没有？你就看到这个角啊，直接划掉。桑尼刚刚说感谢老师哦。没，桑尼没客气，好、哦，那你看嘛，我如果用推子来讲的话。我会慢慢转进来，好，再慢慢的转进来。接着说金哥的刘海好可爱，嗯，撒娇刘海的，来，慢慢，一样，旁边，哦，旁边这个角要怎么去把它做个处理？来，再转正面给大家看。史殿说王菲，我帮你剪那么帅。太衰了，其实人帅就不用多抓头发，对吧？秃掉就好了。啊，我捏一下，哎，这样应该看不太到。来，掉，哎，让谁这边 ？IG 的 Benson 在问，去角建议湿的还是干剪？如果，哎，这个是好问题，哎 ，Benson 这个好问题，送你一个东西啊，送什么？有毛夹吗？没了，Benson。这样的情况，好，没上门边。哎，问得好，送，送你一个赞。如果你遇到他头发，他的毛流特别乱的啊、哦，如果你自己是设计师，你应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。他毛流特别乱，有跑这边，也有往上走，也有往下走。啊、哦，这时候你没办法去取决他的毛流的跑向，那我建议你旁边剪完之后呢，用吹风机先拨干看一下。好。蛮不一啦，公斤啊，蛮不一为毛料，照了打是多好。啊，你有看伊淡淡啊，底只歪个起出，你有个嘎掉。哦，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经验论啦。所以我建议就是说，旁边修饰完之后，要来去这个角之前呢，还有遇到旋的问题，那就用吹风机先把它打干、吹干、吹干之后，再来做一个目视的判断。哦，这个会比较精准，会降低你的失误率。来。搞到倒位啊？唔靠边这边搞了，你是？我都爱填一二三步骤而已。我这边。IG 的威尼说，刘海抓旁分最可爱。桑尼又有个问题哦。哎、欸，他说，老师如果两个角头发很粗硬又炸开，会建议剪圆的吗？没有，就直接把它卡掉。好，又炸开，然后又粗硬，又粗硬，又有两个角，还有遇到又有旋的。哦、我会建议直接把它剪掉、哦、不然你这一辈子可能在剪男生头你也会有这个障碍没办法去突破，我跟你讲就直接大胆的把它剪掉，剪掉那其实发型是有限制的，如果要比较像那种我就最不喜欢讲韩系了、哦、但是就是你知道你懂的、哦、台系发型啊，这种 undercut 旁边剪掉上面头发放下来、哦、比较像那种香港一个艺人蛮帅的张景峰、啊、那发型啊、哦，说真的，你如果遇到，除非啦是要剪这种，不然，我如果说整块把它去掉，那发型是有受限的，好、哦，那上面呢顶多就是留长啊，不然就直接剪短，把它衔接上来。好，待会阿正我就是这样剪的。来，贝里黄说甜美的男神，姚子婷说
流氓的讲话方式，疗愈的减法手势。那我流氓的是吧？我是流美，卖讲流氓。流美，流音，请叫我流美。我这个就是老美的，不是老魔。庄严说，庄严顺说，军狗男神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严顺，严顺，严顺大哥。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那是龙顺。哦，严顺是另外一个。好，那你看嘛，有时候你面面俱到啊，好，你会发现很多问题，但是却有时候一时之间，像他说他在赶时间啊，还是他的要求特别多哈、哦，很多客人他说我想剪怎样哈、哦，然后拿出来的照片跟他讲的，然后又跟他的发型、发流。还有他的质地，头发原先的质地，还有炫，你根本是设计不出来。就算你设计出来，你当下帮他真的整理出来，不过一旦你处理呢，也是差错那种。好，那问题还是会落在我们身上嘛，对吧？我来讲干点，没错。好，那有时候你就会觉得，哎，过了没讲，事倍功半。哦。但是你如果说。所有问题都掌控好，事半功倍吧。事倍靠腰，我拄只讲迄个问题，事倍功半哩，安那？你真个是咧搞气球对啦？ OK, 啊，无你讲来讲快走啊，我只拿他气了对啦。哎，再分享啊，都要45了。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运动是不是？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好，人就是要长期经历在失败的底下中成长。当你真的成长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哦，一切都值得的。你的功力吗？哎，对啊，哎，这个人数真的跟我的频道是一模一样的，很符合。哎，你卖小看外观看次数哦。这不要这样，这都会回播的，你开玩笑。因为可能今天天气冷，大家都在吃火锅。来啊、哦，哦，后脑勺，来卖单。石店对那个去角的建议，他是认为说吹干再剪。嗯，都行。好、哦，那我如果以我来讲的话，因为啊、哦，我直接用目视的哈、哦，因为我以前很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啊、哦，然后也自己在专磨，所以到最后呢，我是直接当下做判断了啊、哦，因为这是经验啦、哦、啊，后边只我嘛是个教的，啊，那个扎波头哦，后头较小，一定要个教出来。I G 的 Benson 在问老师，剪油头上面设定的长度都怎么决定？上面设定的长度、啊、是看你要取决走什么样式的油头、啊、如果油头呢，你是要走向比较街头感的、啊、像上次我们剪的嘛，这个啊十二道风味啊，他剪出来是十二道骚味的发型、啊、他说他像贾斯汀。人数都下降了、啊。螺丝钉，哎，变成螺丝钉。贾斯汀演比喻螺丝钉。好、哦，你看，这样梳一梳呢，它也是一个油头。好、哦，但是现在油头是有一种垂落感。那因为这次我们要剪短嘛，哦、我就直接剪另外一种那个比较精致感的油头给你看。你会惊未？不会。哦，因为都没有塞好的嘛。对，完全。一刀未剪的哈，上次给你看的那张图片我真的忘记了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没啦，加纯嘛是帅，你是。欧贝拉说：“下岗人讲话的开口。”卢比说：“好久不见。欸”哎，卢比，哎，再给我宽的那一只啊。梅赖说：“老师会习惯空剪呢，这有什么用意吗？”空剪哦，就是增加帅度。哎，你咧开车的时阵，你哦，你啊油门甲吹者吹者，这种感觉就是要。哦，要助跑的感觉啦！哈哈哈哈有点尴尬。哪位助跑？哦，高了，高了，高了。哦。行啊，别紧张啊。石店说人数都下降了。来，咱来看哦。哎，人数下降没关系啦。两个人不要讲励志的话，我们就要一定要很励志的。哎、这频道就是非常的。男的现在多点失败嘛，对吧？我们不会因为人数只有50个，然后就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继续讲我们的、嗯，做自己。他说你们两个不要讲励志的，人数都下降。好了，来，我们要讲干话，对不对？姚子婷说，其实我只是来看空姐的。
来，空姐你，那告空姐，没空姐啊。好，那你看啊、哦，他的裁剪线嘛 ，IG 怎么破30？在这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把它梳下来，放着、嗯、我就沿着这条线来走。IG 的 iKing 说 ，Jingle 小咖啦。摇卡是什么意思？摇卡撑啊！好，摇卡撑哦，没法度摇啊！我六十个是要摇一个乌汉字哦，个慢慢600个我随摇，你看，来，哦，有啊，今麦咧上升啊，无免猜伊，免猜伊，继续讲完。黑女王说，下次男神会不会又不想直播了？他下次我把他带去教娃娃好了，大家想看吗？想打响啊！直播倦怠力，不要紧啦，这条路嘛是要行的。哦，你看、哦，我都把它梳到同一边，但是待会就有一个重点。好、哦，这里的头发呢，我会怎么剪呢？这就是刚好一点宽啊。公婆，哦，你也得做。哎，好多人想哎，200个说想。来，好，我看一下行啊。好，我先让大家看一下哈，你现在应该有看到它这一块吧？哦，拢徛起来，立正站好。好、哦，不要紧，我给你转正。然后呢 ？IG 的问你说别放屁，我直接目视。目视啊。华人说我是来看甩剪刀的。好、哦，然后把它剪掉，再贴。哦，这时候呢，我的剪刀都会贴进来。郑立伟说支持到底，碎了，碎了，这句话就对了啦。干、嗯，您一罐秘鲁来宾的好。来，郑立伟，恭喜你得到一罐秘鲁，自己来请美把柄领取。贝蒂王说夹娃娃加一，夹娃娃哦，那个看在阿斯巴了。阿弟爱先订阅我的频道啊，立煌是姐姐吗？还是女生吗？好，贝蒂黄啊，好，来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看到旁边这里有一个角啊，啊，这角吼，其实足侪人拢看得到，不过唔知要怎处理啊，你也可以用胶的搭配你的梳子，但是哦、啊，你若初学者啊，建议不要拿黑的，因为什么？你安尼热天哦，你看袂到，哦、啊，你可以拿白的，好，像我现在拿白的拉起来。哦、至少我看得到、哦、我看得到那个角在哪里、哦、但是我现在是直接拉高、哦、然后做一个转折，或者你要用这样目测也可以。亚明说他只能坐着无法站立。妹说明天我也来学着助跑。来另外哎，史丹说你眼皮有汗呢、啊、哦、嗯、有啊、嗯、我要给你切吧。没以后你就跟来，你们有看到这个角？那边有卫生纸。好、哦，其实都已经剪掉了。哦，你可以用目测的，好、哦，或者你可以拿梳子，直接再把它贴进来剪。IG Chloe 说，可能大家都去看圣诞树了，看耶诞城了，加油加油。OK， 大家可以看回放就好了哈。对啦，嫩啦，平常心的喝了对吧？IG 的三林说：“老师，如果头型很扁，也是剪短吗？”头型很扁，应该是指后半部。哦，你应该是说他的后脑勺很扁吧？其实东方人几乎都是扁头的啦，哦、所以这点不用担心。好、哦，那我说了，每个人都有可能在头型上的不完美的一点，但就是把他的缺点转换成一个优势。哎，这句话讲得很棒。有些人。他可能要后头型，他就是要扁的嘛，对不？就前期有人要吃肉色饭，有人要吃阳春面，道理同款嘛。彼得直接帮你吃就好啊。哦，没，我得吃，万一有点恶心。史丹都叫你用干净的就好。你那史丹我是不会讲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，他这个长度剪完之后，我有一个问题啊，是在哪里？侧面应该就看得到。好、哦，这里会掉一个角。好、哦，那这个角你如果没有去起来来讲的话，第一，它整理上会很麻烦；第二，你从侧面啊、哦、这个侧面角度啊、哦，你就会看到这个角卡在这里；第三，你正面来看，它会变成一个方形。好、哦，那今天
就是要大家分享一点嘛。我要把它输到后面，我加了啊。好，加。加你。韩国语的头是啥头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夸张了。那你再问、啊。不然我演那个谁，柯文哲的好了。来，再给我水枪。老师的头好像 only 有。嗯。好，我再喷湿一点啊。啊，这个脚真的是美感。美角中的美角啊，它掉下来了。IG 的可以说有缺擦汗的助理吗？有，才有擦背的。好，直接把它去掉，再来啊、哦！我再确定一次，你看啊、哦，我现在剪裁哦，并不是这样剪哦。如果这样剪，你会把这一块去掉哦。今天你若看到这只，你应该是赚到。好，我再往后梳、哦，往后梳，哎，这一块一样抓起来，剪 ，OK 嘎，好，你看哦，它掉了之后不要剪哦，它如果撑不住掉下来哦，停止你剪刀手边工作，哦，再重来一次，再往后，往后，哦，我就是要梳到这个角，因为为什么？你头发一定要一直去梳它，因为它会有一个惯性嘛，每一个毛流每一个跑向它会自己掉给你看、哦、所以我不会去用拉发片的动作、哦、不是拉发液、哦、也不会去做拉发液、嗯啊、不会去做拉发片的动作，因为为什么真的有些毛流、哦、在后面还有前侧这个地方、哦、是真的乱七八糟的、哦、我再把它往后梳，往后梳，往后梳，再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又掉了，哎，来，贝利黄说，好像郑仁硕可以拍脚头了，我吗？还是你？你应该是功力吧，他只能拍鸟头而已了，哦、鸟头一开始，谢谢谢谢，哎、欸，郑立伟马上他有多两罐啤酒了，哎、欸，这一些人的嘴巴都很甜，浓眉大眼，鼻子又挺，真的帅。我哎、哦欸，对，怎么样？这几年夸奖有胜过大家看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边结束，我很开心的。阿贝，大家又来一道。欧贝拉在问正后还是斜后？正后，然后注意看一下我的词，往后。好、哦，正后，往后。他如果要拨向这一边，我们在正后来讲。他要拨向这一边，你就站在他右边去看，他这里会慢慢有头发掉下来。好，这个就是他整理上的难处。好，我们现在解决他两个角。好，那如果说以油头来讲，这一块蛮重要的，而且是东方人的发性。因为为什么？他有时候抹胶哦，说真的，那胶又不会硬到哪里去啊。有些胶抹到很贴，还用你会叫你自己顾客再拿吹风机在那边固定吗？他绝对没有。伊无迄个阴凉的时间啦、嗯，所以哦，你遮即块甲绝对要甲处理掉。I G 的 Benson 在问的问题我不太懂，他说为什么那个脚不留长，让它不会掉，当初要剪掉？啊、哦，好问题 ，Benson。另外，因为呢，我今天要示范的这个油桶是比较一致性的，好，不会让头发掉下来，好，所以这个脚呢，我必须要去掉。那你看啊，如果遇到阿珍这个，你看他头发那么有弹性的，我再让他留长，有些人他就是不想要头发掉在两侧，所以这个角一定要把它做去掉。那现在只是去掉，去掉三分之二而已哦。你看啊，现在还有角在掉，啊，再去，好，然后披着给我吹风机，好，来后面哦。等一下，好边啊！桑林在问是 all back 吗？对 ，all back， 奥利巴库，奥利巴库，哎，麦当，哎，我后边个个，你教。all back 跟 GoPro 7 back 有什么差别？你别是知你啊，G7， 你当作你，无啦 ，all back， 你真爱呀 ，G7 就咧飘摆啊，你啦，啊，我只是突然联想到啊。哦、我先把你的后头先加出来，你后面我都把你加底了，哦，这样不然翘到乱七八糟了。好，来这边。Benson 又在问，可是去了脚不会导致前面短
掉又抓不上去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你待会看我抓就好。啊，先给我电推。哦，不会 ，Benson， 你待会看我捏。哦，会进来吗？哦，抓起来，然后帮我戴套一下。好。哎，给我剪尾数。哦，等我一下啊，我先洗下个一下。我洗下个一下，脸面表情大看。麦当。Anna Chow 说：“老师好。”蔡依婷在问：“所以是捡美式油头吗？”不要说美式啊，中式，中式油头啊。好，我不重养的、啊。中式春卷。靠，这你头麦当你是？啊，你撸我，我讲你，来来来来来，啊，机会啊，机会教育。还有时吼在撸吼，啊人客人咧一直按、啊、一直按、啊、一直按、啊，我讲买买干餐桌哦，麦当啊无按干菜，人要比车凶，客人凶这样吗？对不？错误的教育，对我咧讲嘛，对不？你郭台铭来加套餐，我叫你头阿了，你就是阿了，对吧？叫你麦当，你就是麦当哦。所以这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发型师哦，我非常的尊敬的一个行业。要坚持自己的那个。IG 的Sandy说：“老师好像又瘦了。”没有啊，没有瘦了，可能头发放下来的关系了。阿本来就是较瘦啦，最近太忙。最近代志有影较侪。好来 ，Benson， 来，我来看嘛，来吹风机。史殿说台式，郑立伟说台式岗位油头。台式岗位。十二道风味是吗，Ben长？啊，不要Ben长。对了，十二道骚味。好、哦，你讲十二道风味，今仔要改改啥？我来讲啊，帅你。假，你如果假设听影评又叫啥？螺丝钉。假模螺丝钉。螺丝钉。好啦。好、哦，待会儿在上面帮他去个厚度。好、哦，那其实一般啊，客人在整理自己的头发，我会叫他把前额拉起来。哦，其他呢就是往右，啊、哦，因为我们正哥就是往右边，啊、哦，他设定的方向。本身说客人动真的就想要跑个小打想要打下去，啊，就较快乐就对啦，伊就会惊你啦。或者说 ，Bendy 都用另外一只手扶他的额头，这样头就不会乱动了。用另外一只手扶客人的额头。哦，那你看啊、哦，前侧刘海一定要抓高。旁边让它长没关系、哦、但是这一块一定要抓起来、哦、通常我不会建议客人自己拿梳子的、哦、因为说真的他们不是专业的像我们专业的发型师啦，所以叫他们拿梳子说真的那吞口的半普因为回去根本不会吹啦、哦、所以只是一个重点前面把它抓起来。IG 的桑尼在问老师会用小电推帮客人修发际线吗？会。陈明也进来了。陈明大哥，嗨，陈明大哥。贝里黄说：“男神讲话真实在。”当然要实在啊，我真含慢讲话，不过我真实在。来，好，上面的头发现在有个厚度、啊、打薄就随便打就好了，反正也11:50。我的青菜拍、啊。随便打是什么意思？要专业一点嘛，好不好？好，量化的去打。陈明说好久没上来看了。哦，陈明大哥。他前一阵子也在忙啊。你对啊，大家业绩都要冲一波了。我打薄是直接用梳子哦，顺着
他的头发一刀一刀打下来。哦，因为其实方向设定了，我就不会去怕说哦他会岔出来是干嘛。飞迪说喜欢男神的直白，不晓得是国语还是台语。直白，应该是吧？飞迪应该是国语啦。飞迪，我问台南。是啊、哦。嗯。好，那再看一下啊。哦，稍微哦，用一下你的心来感受一下。嗯，这就是我要的发量。有到韩国语的头，多少节人都没跨韩国语。好，来。好，那我再调一下厚度。九英在问说，谢霆锋的头也算油头吗？算，只是不同风格啦，啊，比较街头风一点。哦，那我们今天是走一个绅士风 ，gentleman。哦，都要带人家换西装，你今天要干西装了哦。西装有啊，有啊，起来嘞。哎，殡仪馆哎，哎，李医师黑啦，李医师黑了，没晒了。哦，我先瑞时说军狗好，哎，晚安晚安。好、哦，现在你们应该会想说，我今天是在搞啥？好、哦，我只是想要把旁边这条硬线呢再打柔一点。我的啦，好、哦，再来一点点就好。然后修饰一下，他的后头型，我过来，换过来，北里说正人硕啦，好来，直接给我教，然后美嘎的家，哎，你不要以为这样剪完就好像没事了，啊、其实。真正的 mega 还是一样取决在这一点。好，那这个回去都是好整理的。好，我教的量哦也没有很多，大概就这样。好，蛮多的，谢谢修的，蛮多的。你教的量很多。哎、欸，警官一回过头来，刚刚就破七十了。麦当麦当麦当，哎，靠腰黑外面筋了。你看变瘦一条短布，你嘛会看七手诶，表面乱去就是你。我真的有点多哈、哦，哎呀，不要紧啦，拢甲落落下着对吧？来，我们转一下正面啊。哦哎、欸，给我一块布就好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再去杀杀你，不要紧。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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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新竹吴顺德也上来。嗨，顺德哥，你好。来，今天没干了就加了，啊、哦，今啊加加加加七十。哎、欸，今晚都要无人看圣诞树都要等来呀、啊，我们可能要再演。进来就把我分享出去了。当我举起我的右手的时候，就大力的把我分享出去。来，我来看一下，然后我再转侧面一点哦。吴顺德说喝了没？无啦，顺德，我无咧啉酒啦，唔是逐工啉的迄种啊，好无？来，这个。真正的很重要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在视觉来讲、哦、你如果正面来讲这一块、啊、很多人因为不敢去剪，不敢去碰，它会掉下来、哦、很长，但是呢它要拨到它后面又衔接不住、哦、所以这一块确实是拿掉来讲，一般消费者它是非常非常好整理的一件事情、哦、来转过来一下啊、哦，很麦当哦，雪花和洛姐哦，你没有看到这里有多的头发，我再抓起来，哦，直接剪，好，再转，麦当、哦，再把这个平行给剪掉，哦，上面还有多的，一样抓起来，雪花修掉。
哦，这个，再个搞下底，来面个面个卤一下。S Rex 说军狗越来越帅，真的。贝里黄说已分享哦。哦，贝里黄真的很棒，零一罐啤酒。我们刚刚已经献给观众多少啤酒？来，我看哪点？哦，这个头，不管他是用手，哦，他是用手来撩，哦，他都不用怕说头发会掉下来。他往后撩，他一样，他的线型一样是往后跑。哦，现在在撩，哎，还有一点，露比说剪掉不要的，对，哎。露比没办法，我在看，我认真的看，就是尽量用你的梳子，哦，一开始我们喷水在剪的时候，尽量用你的梳子，哦，奥利巴古，哦，一点往后梳，这里的头发会掉下来，哦，你如果直接把它往这边梳，你会剪到这里的头发，哦，所以一定要往后梳，这里的头发就会掉下来，掉下来就是剪掉我们不要的。我现在在。举起来。IG 的 Marilyn 说：“老师刚刚抹的是什么？”维尼说：“忧郁胶。”嗯，刚刚抹的是什么？是蓝胶。蓝胶？对吧？白胶吧？白胶，来拿来。哦，我抹的是这一瓶胶啊。仙人掌啊！哎，仙人掌。哦，搁擦一点点啊，然后给我小电推。哦，通常呢，剪完之后呢，我会稍微做个检查了。哦，但有些我已经其实炉火纯青了，哦，所以有时候在施法的时候拨一拨，就大概知道有没有剪到，哦，还会不会有剩有多余的头发，哦，那剪完了就会去冲水。但是如果遇到没有把握的，哦，我还是会这样抹个胶，然后看一下，因为我在梳的时候，有些你的客群就是比较手比较不灵活嘛。哦，他会用梳子，哦，你也可以教他用梳子。好，我来看另外一边。露比说，所以待会会直接剪韩国鱼头吗？你这么爱韩国鱼的。来，然后白色剪发梳。韩国鱼，你敢干吧？你要撸落去，我剪光头啊！韩国鱼光头。你会惊嘞？哎、欸，人气王呢、欸？然后人气王，我一点撸的，你的娃娃机对吧？娃娃机订阅率就观看数持续暴增。哦，然后旁边最后一次的洗啊个。Doris 说帅赚，好多美感。一样。哦，真的，剪男生头、哦，美美嘎嘎一大堆，我跟你讲。这样不能拍脚头、啊啊哎、你还是只适合拍鸟头一先从鸟头一开始、哦、因为女生的重点在于她的刘海啦、哦、因为说真的你后面就算给她剪得一长一短、啊、她也不在意、啊、就算你后面、哦、花了时间、哦、剪头发半小时好了，你花25分钟在她后面，但是你只要刘海一刀错，哦，它就是sayonara，哦，但是呢，你不管你后面，哦，剪得再烂，但是刘海只要剪得漂亮，哦，他就会来找你。女人总是那么的，啊、嗯，那么的优雅呢。我们的节目女生比较多，不要乱讲话。来，好的。哦，其他这个小花代志啊，帮他擦一下脖子。哦，讨厌的。哦，然后我要用小电推，哦，再处理他周围、哦、旁边。哦，后面。好，露比说真的，刘海最重要，客人看得到的。哦，那我们再来检查一下，我看检查看看。哦，你应该嘛是安尼吧？安、啊、喏，你来经理，
你会用锣去变吗？没啊，对吧？我就直接吹一吹而已。对，那你看，吹一吹，它的后头型，哦，我用后面都把它剪短，啊、哦，但是上面这个长度呢是有的，我把它留住，啊、哦，但因为它的旋在这里，所以不会过来哦。你要注意它的旋啊，它的旋哦，我不会剪超过，我会剪这个圈圈。一半的底下的头发，上面的头发它是往这边跑，哦，所以你自己在设定哦，你如果是要往左、往右，一开始在剪的时候，你要先看一下它的旋的跑向，哦，或者另外一种就是，它这个旋呢，在这个圈圈里呢，全部都把它剪掉，会站起来的，会，翘来翘去的，全部都把它剪掉。那剪掉之后，它在整理上哦，它后脑勺就不会有。哦，他会说，哎，后面很难整理啊，或者头发掉下来，或者头发掉过来这里，因为拍摄，我都是顺着他的头型走。阿拉条条哦。Ruby 在问小电推，如果不小心把眉毛也刮了怎么办？那就去纹眉哈。无，哎，就是咧做人客的时阵哦，咧开干嘛讲一个收束？来，收。无，你电推我。你要吃饭哦。没有，有些人就是在刮旁边有没有？那眉毛哦，跟你太阳穴的接距大概就只有三公分，安尼撸撸撸撸撸哦，甲人去讲一个收缩，我有因目白去甲错了，这是上班较认真的。来，我有啥问题？苏小娟问了一个问题，还没问完。她说：“如果两周后边边没有下文了。”啊？两周后边边没有下文？等一下，下面没再写了。痛说谢谢，学到一课哦。来，阿哥上课。我常常这样。露比，你常常啊？啊，你的客人都眉毛都不见了吗？露比，model 剪完变高级了。啊，我原本很低级嘛。Hello， 不努力，老师讲了，对，一样是2000啊，这个都是经验的啊，花十几年离乡背景，啊，在台北，在租厝，对吧？租厝的算。薪水阁低，阁低就算，三顿阁食袂饱，食袂饱算，阁睁开眼啊，故意啊，讲袂好势。啊，安尼啦。去哦，天龙人，小花哦，小花呐，你毋是天龙人呢？我毋是嘞，你毋是。我八部人，天龙八部人，对无？加减啦，这拢是经验啦。要边啊变顿嘛是收两千啦。哦，因为你看，你真的会拿电推的自己剪。哦，你说真的有那么简单吗？啊，如果有那么简单，哦，有我们这个职业干嘛？啊，因为我们就是会分析他的五官轮廓、他的头型、他的发型、他的毛流，啊，这都是蛮棒的一个机会了。乡下小孩人棒棒，棒棒，来，侧面看，看嘛哟，咱来登一下一空嘞，啊，咱这样宅，宅点十分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妈妈笑诶，没有完成，没有，我现在 model 都没有眼神了，哇 ，Peter 不是要讲解？好，哦，结束开喝，结束开喝了吗？来，我们现在换 Peter 了，换 Peter， 没有，来，不用，跟人家聊天你是会怕，啊，你也惊你啊。